锁匙下面有啲纸条添。啊，呢个系咩意思啊？新增笔记、图文插画、遇见，网量，莫害怕，遮住呼吸慢慢行。从小店执到嘅系小学生课本上面嘅图文插画。夜晚室外要小心，遇见网量莫害怕，屏住呼吸慢慢行。撞你个鬼！小学生就话撞鬼。暴露。佢突然间会有，点解会按住咩？按住猫屎。哇！有鬼，食紧香。走。有鬼，大镬！啲字好细，有冇近视？香港女仔普遍唔大，营养好好咗。唔系啊，而家啲高妹期何其大波？有时香港女仔啲比咩事？点解好似行到嗰边有啲问题咁样样？山下边嘅路消失咗。OK。而家啲学生妹超大 ，oh no！哦，原来揞住个鼻咧系可以行嘅，不过咧 hold 得太耐咧，佢会突然间昏迷，咁所以咧我哋小心啲先，慢慢嚟，下前边突然间有只鬼喺度，慢慢行过去遮住个鼻，好紧张，冇对唔住，我会晕低嘅大佬，慢慢行过去，弊啦，冇气啦我，弊啦，哇，对唔住啊大佬。对唔住，我认我中意，你认你中意啲咩？算啦，我哋要专心只 game 先咁啊。台里边空无一物，哦，旧工友嘅校楼，其他地方，哇咩嚟噶啲？诶，竟然有死老鼠嘅，难怪有呢只咁嘅味啦。死老鼠呀！你吓死我系乜鬼嘢嚟添？得到欠条，一张查咗欠条，借款人系工友高八八，租债人好眼熟，好似系隔篱班嘅一个流民，一次借咗近平一般人两个月嘅人工，每月三分利，根本就系高利贷嚟嘅。OK 吓，你哋得人哋系咪高利贷啊？你八卦吓人哋，即系旧时人哋唔够钱啊，系要借钱度日噶啦，冇计。啱啱学校嘅时候觉得骑姐好型噶，而家即系想摆脱呢啲咁嘅嘢啫。OK， 原来佢都系做揸骑嘅人，唔紧要啊，女仔揸开骑咧系正常嘅。好，我哋上唔到去啊！我哋而家，哇，我几惊，连条尸都唔见埋，翻翻入嚟之后吓亲我，好在条尸仲喺度啊！安息啦，同学，我会好好咁安葬你，希望呢一切都系一啲噩梦啦。大门锁住咗，诶，唔紧要，我哋有呢、這个铁夹，应该系呢把锁匙嘅。嘟，喂，点解电话响声啊？突然之间，操作门嘅灯，唔中意掂到呢啲机器类嘅嘢，总觉得会受伤。点解呢度门突然间锁住咗嘅？门被封死咗，一年二年级嘅时候都会搬嘢喺呢一度噶，谂起都好讨厌。你突然之间，你唔谂下道门点解被封死咗，你竟然回想翻一到二年级搬嘢嚟呢度嘅讨厌情况。哇，系记得工友伯伯会住喺呢一度，点解夜时画晒符？工友伯伯嘅房呢啲系咩嚟噶？门上边被油漆涂上咗好似符咒咁嘅嘢嘅，奇怪啦，门柄打唔开嘅，但系推唔喐。应该唔会喺呢度辅助怪啩？哇，好恐怖呢件事！仲有我一年级时候嘅作品啊，公告栏都好耐冇更新啦，我周围都锁住晒，搞咩人之间？喂，天门上面锁住咗个奇怪嘅锁，锁睇唔明，冇办法打开。哦，哇，突然之间玩个乾坤卦嗰啲 friend， 咁我哋唯有去校长室嗰度。我哋唯有去校长室嗰度米奇，你点解咁都睇唔开？唔系、啊，你系莫 K， 应该惊，应该赞米，应该唔系几中意米奇呢样嘢。睇下先，孤独活住真系辛苦你啦。即系就嚟毕业啦，对校长都系好陌生嘅。呢啲咁嘅前辈总系俾人戴住面具咁嘅感觉嘅。屋企校长室个房喺度不断咁有电话声。诶，呢度行到过去嘅喎，呢度。OK，good。
呢、這个时候有电话打入嚟嘅，或者能够联络到外边入去睇下啦。咦，啱啱话锁住咗噶，哇，好恐怖！啱啱话锁住咗，突然之间开咗有电话，超惊。书架上面嘅都系历史、战争同埋领导制行嘅书。印象中校长都系退伍军人咁嘅样。Oh no！突然之间有电话响啊，大佬。哇，系好大个神台喎、啊，你校长。我哋都有拜开神啊，拜咩神啊？校长呢啲系睇下先。呢度有尊神台，要唔要记录？哦，记录嚟嘅，神明保佑。哦，神台系记录嚟噶，原来睇唔出、啊，大佬。档案柜咁样开住冇办法噶、啊。校内里面嘅分子名单、文件夹系空噶。OK， 好啦，听电话啦。最恐怖嘅时间到，无啦啦突然间电话响，没事没事，你好。记得魏忠贤讲过联络里长噶，话唔定系有回应啦。你好，喂，喂，我系翠华。诶，原来我系翠华噶。诶，我系翠华员工嚟噶，大佬。我系翠华嘅员工，你好。学校里面发生咗啲命案，请快啲搵人嚟啦。喂。喂，听唔听到啊？喂，我惊人家会尖叫咯，方痛哦，我喺协道社咩啊？你系边一个啊？喂，喂，点解嘅？冇头冇尾，到底系边一个人呢？点解佢知道我接电话嘅？协道室响呢栋楼嘅三楼。哇 ！fuck！被吓了，哇哇！好彩冇开大声，撞你个柜。你快啲喺后面 save 咗啦，啱啱 save， 惨叫一声无啦啦，撞你个柜。呢度系保险公司，协道室上三楼，我哋应该都唔使去其他地方，直接上三楼先。撞你个柜，吓亲我，打电话咪打电话咯，哇系。靠咩啊？呢度有贴满咗政符嘅，佢拉晒帘，课室里边漆黑一片，好恐怖！全部门都被锁住咗，系咪？哇！尸气点解突然间要多咗道门嘅？拉门被铁丝绑住咗，要用工具或者可以整得开。忌中咩叫忌中？写住一张忌中嘅纸，呢度系魏忠庭嘅。教室咯、啊，要入到去噶噃，重温死都吓亲个样，自求多福。到底系边一个写噶 ？OK， 小心啲先。魏忠庭嘅位上面有啲涂鸦字，虽无非，非必正，非必冲天，虽无名，名必惊人。即系佢都系嗰啲想好高骛远嘅学生嚟，即系嗰啲一鸣惊人嗰啲咧，即系而家屈屈不得志，迟啲就会好得志嗰啲 friend。呢度有一张张教官发嘅宣传传单，得到校长禁止严禁赌博，有人会赌博嘅咩？全校注意，为咗矫正善良嘅风俗，克制学生嘅本分，本校严禁各种赌博，博诶是但啦，赌博啦。为者视为记大过，勒令退学。学校严捉到啊吓，捉到嘅会俾勒令退学。出现啲咩公告，可能真系确有其事啦。OK， 走啦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好衰咯、啊、你哋，女厕，喂入到女厕添，弊，濑嘢啦，入得嚟唔系唔睇啊。平时有压力，厕所系一个安静嘅地方嚟嘅，但系今日只系觉得好阴森啫。吓、啊，水里边有一个铁夹嘅，诶，个铁夹做得好。哇，系头好痛啊！果然气色好差。魏忠庭突然之间死咗嘅，我亦都会有生命嘅危险。八六，呢一切都系噩梦啊，系咪啊？我觉得一定会有啲恐怖嘢咯。忘记，仲有。谂起黎美啊，坏坏坏！啱啱嗰个系边一个啊？
逐个逐个打开锁住咗。你会有人喺里边有咩感觉？门上边有只手发毛，好污糟啊！到底有咩用啊？到底点样用？里面传嚟一股臭味，令人连门都唔想开啊！水槽嗰度有啲暗结色嘅污渍，排水口卡住一个白色嘅嘢，色仔呢、這个地方点会有色仔噶？都有一粒色仔，好老，得粒色仔会唔会？会唔会俾人列违禁品咧？执咗粒色仔会唔会突然之间濑嘢？好在，好在。好老，男士做乜锁到咁样样？一堆木头挡住咗去路啊！好似系一啲破碎嘅，哇！好恐怖，我听到有鬼声喎，已经。哇！仆街啊！鬼啊！好在啫，哇！吓亲我，顶！我要瞓啊！睇落去我惊我瞓唔到，咁好啦，快啲瞓啦你。我哋有钳可以钳开佢，钳咗先，用铁钳将啲铁丝钳开啦。老头，拜拜。好咯，咩地方喺度又系？哦，呢度系保健室咩？唔系喎，但系佢之前话要去保健室，之前处理嗰啲嘢，唔好理啦吓。我哋行咗先，保健室相当又可以。地上边有张纸条，做乜嘢去女厕？唔系点样？好地地作为一个女仔，梗系去女厕好正常啊！地上边有张纸条，写住脚尾饭，若遭网梁阻去路，速脚尾饭引来食。脚尾饭，屏幕转身速速嚟。喺保健室外边又吓，即系要掉啲饭出去系咪？哇！依引鬼手册嚟嗰啲本，直头系。不得了，里面是卫生库的门锁住了，锁匙应该护士阿姨的保管处。OK， 那我哋保健室睇一睇先。哇，又有神台，呢度系做神台，梗系死符啦呢啲。神台好紧要啊，大佬，点解有啲香喺度？脚尾饭，好一兜脚尾饭啊！今日请你食饭，就请你食兜脚尾饭哟，系咪嗰啲？脚尾饭，祭祀死者使用嘅白饭，用香同埋筷子一齐插咗喺上边。哦，原来要插筷子嘅。等我今日揾前面个香炉试下先。不碗饭咁样，跟住插落去会点样样？不过摆喺隔篱屋嗰度会好啲，啲咁嘅嘢都系。图片上又俾张文件，得到判断书，即系咪本应判断咗我会输嘅啦？黄敏昌，17岁，男，台湾。住址呢啲嘢唔好讲啊，费事。单位翠华餐厅，员工嚟嘅，原来呢、這个病名我睇呢边啦，屌！点解我硬嚟中意睇呢边咧？盲都睇唔到嗰啲，呢边唔系有正常文字咯，唔该。啊，佢都冇写地址噶啦，即系地址依家嘢唔好乱咁通知人啊嘛。睇下先，日期，诶，点解唔同嘅两张？喂，呢张系李文豪，但系呢张系黄敏昌，原来两张唔同嘅。佢系咩？左肩胛骨粉碎骨折，右边上臂骨折啊！阴公猪翻碎话翻到两只手都断晒，真系惨。另外一个有几份判断书呢份，黄李文豪17岁，男，左手甩臼，左手甩臼啊，即系又系应该嗰啲咩？抬得托盘多，所以左手就甩臼啦，阴公。上面嘅伤者应该系学校嘅同学嚟嘅，唔知点解有人伤得好重咁嘅样。咩员工啊嘛，大佬啊，啲专业员工翠华嗰啲，你估人做啊？翠华嗰啲好难做噶，唔系你想象中咁简单。睇先，有个验眼嘅，呢个时候睇我验下眼先。睇先，左边、上边啱唔啱？好，隔两行嚟个，呢度啱嘅，呢啲都好易啊。即系最尾0.2嗰度，我输咗啦。好，有个掣喎、啊，锁匙在哪里？灯箱角嗰度有个影啊，呢形状，将灯箱拉开嚟睇下啦。咁点样拉开？系咪暗门？拉开咗，哦，原来咁样推就得噶啦，撞你个鬼！得到咩啊？
得到咗卫生间嘅锁匙。哦，阿姐蛊惑啦，阿姐惊唔见锁匙，自己袋埋一边。我的，哦，有人望住我。另一边门反锁咗。O K， 借四扶线稳阵起见。冇事咗，今日我专心，今日我专心啲，所以唔系冇事啊。你个咩 ？Hello。因为我今日好，我今日啱啱开台嘅时候讲咗，今日会专心呢个游戏，少啲 chat 嗡。好咯 ，Hello， 嚟啊，食碗饭，食饭啦，朋友。定系我哋去三楼先，我哋离开先，我哋去三楼，唔好理只女鬼，小心啲啊！今日费即系费事，即系呢啲 game 始终咧，唔好断咗个气氛啊！你明唔明？有啲 game 咧系要专心玩，尤其是恐怖 game。哇！喺三楼更加，哇！三楼搞咩啊？齐女子齐齐来惊啊！大佬，大片嘅血迹，好路吓、啊，哦，小心啲先。喂，呢度啲声都有啲怪怪地。诶，有张台。教室嗰度有一张台，今日俾人孤独咁嘅感觉。咦，台上面有奇怪嘅黑印啊，好似文字或者图案，就咁睇话睇唔到噶，就咁睇唔到，应该要有啲文，应该有啲字压符啊嗰啲嘢。睇先，但系啲声怪怪地，冇乜特别嘢，但系啊，好在。又系嗰啲咩死人女鬼喺度笑，咦，锁住咗道门。绕唔到过去，一定要兜路先得。Oh no， 明白。阿姐，哇哇哇，小心只鬼，小心只鬼，大佬冷静啲，随时濑嘢，太危险啦。太危险啦，今日太迟喺 check room。哇，哎顶我揿咗掣添，啱啱我见到只鬼突然间喺前面闪过啦个影，跟住吓亲搞到我揿咗掣，咦、哎、真系有。喺度见唔见啊？呢只啊，前面呢只，喂嚟到，对唔住大佬，对唔住，系我嘅错，对唔住大佬。Hello， 欢迎。好啦，我哋翻返去嗰个保健室嗰度啦，而家啊，谂住千兜万兜，谂住兜到路。不过呢只 game 始终都系试玩版咧，好多自己想实行嘅都实行唔到。掉低咗喺神台饭俾佢先，神台饭放喺度，俾你噶，食啊！哇！你真系食噶喎，撞你个鬼啊！你食得咁急添，慢慢食，唔使急嘅。卫生间系啊，锁匙，快啲攞翻嚟锁匙。搵啦，我要搵啦，我要搵啦。OK， 佢专心食饭冇事。好，哇！喺卫生间咁似落仔嘅地方啊，大佬。紧急用嘅淋浴洗眼器，哇！有洗眼器，洗边只眼啊，大佬？瓷盘里面好似有啲乜嘢喺度，又系色仔嘅。得到两粒色仔，我、哦、可以玩得大细啦吓！嚟、啊，我哋今日嚟玩大定细。最近好似有人用过咁样，地板湿湿地嘅，地板嗰啲系血嚟噶，姐。同埋洗咩眼啫？究竟呢一个系洗眼器喎、啊，大佬。即系我点睇都唔系洗上面只眼啦，系咪啊？有个鬼喺度。大铁柜里面传嚟一股刺鼻嘅气味，呢一樽系松香水，得到松香水。咩系松香水啊？请问求翻译，散发啲刺鼻嘅味道，通常系用嚟清洗油漆同埋污垢噶。O K， 喂，系咪即系我哋要洗走阿黄伯伯屋企嗰个地方？从呢度开锁，可以入去啊？唔该。只 game 几时整完？唔知道、啊，最近先出呢只试玩版。诶，可以无限执陈台饭喎、啊？原来，咦唔系？点解会咁？啱啱明明。执完之后会冇咗，但系而家又有，相当又可以呢、這个神台饭。睇下先，松香水洗污渍，会计啦，梗系会玩啦。玩得 game， 通常玩得试玩版都系有机会，我都会一定会玩埋完整版。等真正见，真正见，松脂水，松脂水咩？唔系松香水咩？应该系松节水咩？松香水，台湾译名啊嘛，大佬啊，香港先叫松节水啫。
小心，小心，我系觉得呢度都有嘢。喂喂喂喂喂！对唔住，揞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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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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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帮忙！哇！好在避得切啫，大佬。好在，好在佢追，好在佢唔系追得特别快。如果唔系就麻鬼烦。喂，小心！呢位系同学嚟啊，其实同我差唔多样。佢呢位同学，讲真，慢慢行，勿念旧，我也从轻死。同学，你唔好左头左势啦，揞住个鼻行啦，咁我哋慢慢行，勿乱走。好，够啦，唞够气啦，咪等佢晕低啊！我哋，睇先，我咪应该洗咗呢个阿伯屋企嗰度，洗阿伯唔该，系啦，真系洗阿伯嘅，应该洗咗啲咁嘅符咒。但系你洗完之后会放一啲大嘢出嚟，你有冇谂过呢个问题？你即系啲女仔咪就系冇家教咯，蒙好地地无啦啦，点解要洗 Q 咗人哋啲符咒咧？即系呢啲唔系濑嘢，呢啲唔系就系传说中嘅全国地图，为咗考地理背到天昏地暗啊！有时连自己住喺边个城市，有时都搞唔清楚。睇下其他地方就更加冇办法有实质感啦。OK， 哇，系佢真系，佢真系够呢度咪尸体嚟嘅呢个，咁多人惊嘅。咦，台上面有把刀插咗喺台嘅。生咗锈啊！用刀，但系刀尖都仲系好锋利咁嘅样，得到个刀片。哦，我知啦，上喺上边嗰度掘咗嗰个刀嗰个地方出嚟，应该系明白呢个咩地方？女明星嘅海报。OK， 好似好多人惊咁啊！但系呢度门行到过去嘅咩？呢度门之前锁住晒，好咯，点解碗饭喺中间啊，大佬？呢度唔似正常房喎，呢度似敲门室多啲。扫地常用嘅水桶，里面有一个白色嘅嘢嘅，又系色仔。好，生粒色仔，我哋可以开赌档啦，我哋成功。桶嘅底部有啲血色嘅痕迹嘅，呢啲味仲有小虫喺度盘旋添，唔想再睇啊，好想呕啊。OK， 有碗饭喺度嘅，点解？身上有三粒色仔，将佢掉喺只碗嗰度，掉啊！叮叮叮叮叮，哇！点解有三只牙喺度啊？突然之间。六二三，哇！呢啲咩嚟噶？牙嘅，啱啱唔系掉色仔入去嘅咩？上面有点数，冇可能噶，我明明好确认噶。得到咗牙、色仔、牙齿，掉落去色仔，掉落去碗嗰度，全部变成牙齿，黏住碗底。上面嘅点数系咪有咩意义咧？佢呢个作者佢有呢本簿咧，咩声啊？只碗松咗嘅，等我先，得咗碗，我连只碗都可以攞走埋，仲有呢个鬼，嚟有白白嘅碗，通常都用嚟倒嘅 ，OK， 成间房都系烟同埋酒嘅味，真系窒息咯。哦，我知啦，阿伯喺自己房嗰度做埋晒嗰啲自己私下赌档嗰啲嘢，即系所以学校先会有咁嘅公告，有咁嘅公告嚟喺度话俾你知嗰啲。台上面有啲划痕嘅痕迹，黎伯伯点解会搞呢啲咁嘅破坏噶？台上面有张字条嘅，得攞插喉，点解无啦啦张插喉？呜呼哀哉！同男婿以此良机成科儿，割颈取血，哇系要玩啲咁嘅嘢，真系唔舒服啊！唔系啊！要我哋，我明佢嘅意思啊！佢谂住，即系佢要我哋。Oh no！ 我明啦，我明啦，我明啊！但系好残忍啊！呢件事，你哋明唔明啊？如果有睇前面就应该明。哇！嚟到，好在我哋要割颈取血啊！同学，唔好意思啦，啊！因为有啲需要，所以辛苦你放只碗，都唔可以咁样做噶。喂，突然间割，哦，真系要割颈啊！顶你个肺，碗割嚟啦！其实未死就咁样俾我整死咗噶啦，同学。不过算啦，佢应该真系死咗。
血静静咁样流咗喺个瓦碗嗰度，得咗剩血嘅碗。啊！对唔住啊，同学，对唔住啊，我都唔知道应该点样做啊。哇！这个女仔都真系叫心狠手辣，你都知都咪话，即系无啦啦睇张纸话割喉就割喉。你有冇谂过？你有冇谂过啲差人嚟到咧，会告你谋杀咧吓？阿同学，阿同学，呢位同学都真系有点而拿过。我唔明，即系剧情走向呢一度有啲怪怪地。即系虽然话就话系，即系嗰篇文章系咁样讲，但我未必需要咁样做噶嘛。但系佢咁样做啊，即系。即系个死人都唔可以咁样应用啊，大佬啊！即系虽然话呢啲紧急时期，所以都系一条尸体啫。但系人哋假假地同你相处咗一头半个钟啊，你话割喉就割喉，仲要割个完，仲要割个突然之间熄咗一阵间嘅，呢个我觉得系怪怪地。咁当然啦，迟啲个作者应该会再搞嘅。2014一两碌通被罩完，是但啦呢啲，一日未死，一日都仲有得罩嘅。好啦，我哋倒油，系啦，果然系咁。血溅张台上边嘅痕迹，有啲咩可以将台上边嘅嘢刻印落嚟咧？呢本嘢咯，只用周记本嚟拓印啦，得到咗痕迹，血拓印喺落单嘅有拓印嘅印记系啦，呢啲乾坤卦嗰啲 friend。咁但系我哋都仲未知道，应该都系会有剧情发生。我哋走啦。对对标先，我惊唔够时间啊，真系。所以呢个时间今日都好赶急，嗰啲唔够恐怖。哇，死就死，阴公啲冧机咁嘅样，小心啲先。啊，系我可以闭气行过去，但系呢个位系过唔到去啊嘛，所以我哋要兜路兜嗰边过去。但我唔知道密码系咩，佢从来都冇讲过嘛密码呢回事。诶、欸，哦，我知啦，嗰啲牙齿啊，系啊，系啊，明白啊，小心啲先，但系，所以请人食饭，四一四扶先揾真起见，校长，我嚟四一四扶嘅咋，明白晒，四一四扶，揾真起见，神台 ，OK， 四扶姐姐，神明保佑，唔该。好啦，四符完，我哋准备睇下先。我哋抄低埋我哋要抄嘅天干地支先，等一阵啊。天干地支系睇翻前边嗰度，系六二三响天干地支嚟讲就系呢个六二三。OK， 搞掂，继续出发，慢慢嚟，慢慢嚟，冷静啲，闭气，喂唔得喎，闭气好似濑嘢，唞阵先，闭气，要行到几前我闭气先冇事嘅，有时我都搞唔清楚你闭气究竟系点样，呢、這个判定咧好难切，好难谂啊呢、這个判定。点解要听到另外一把声嘅？听到另外一把好古怪嘅声。好啦，呢度睇下先，呢、這个跟住系，其实撞有冇机会撞得到？我都应该冇机会撞得到，因为佢几个唔同样嘅，十二支卦，你要撞好难撞。大锁发出咗金属嘅黑摩擦嘅声。好奇成功叫到过去啦，嗰边亦都未必系安全。哇，系我吓亲我，突然间黑咗咁多，我见就系冇事，小心啲，钉死咗入唔到去。不过如果呢个 game 只系单纯嘅两个同学咧，哇，系呢间房好似好多符咁样，卧室里边泛住啲红光。今夜我哋入去睇下啦，我想入去睇下。虽然入去我都应该知道濑嘢。哦，诶，红哥原来系四符位嚟嘅，
早讲嘛，大佬啊，我以为有啲咩特别嘢添 ，safe 车，我以为有鬼类吓死我，红光，我以为啊，我以为人家有啲大 boss 啊，嗰啲 friend 喺度，原来冇嘢车，诶，有咁样画喺度嘅，咁 make sense 嘅人之间，好啦，终于去到我哋要去下一个地方。慢慢行，有冇地方有纸啊？嗰啲冇，得到协道室，边个喺度等紧我？唔好行入去住，睇下有冇其他地方可以行。可以行嘅，但系嗰边过唔到去。只鬼唔系嗰阵时，应该闭起门，都唔系嘅。睇下你点睇嘅啫，打唔开上面锁住咗。我哋系咪有协道室嘅锁匙噶？咦？哇！突然间啲氯气嘅咩嚟噶？咩事啊？哇！咩嚟噶？废气，走啊 ！Slenderman 啊，又 Slenderman， 咁多只 Slenderman 嘅大佬，捉手怪。Oh no！ 喂，啲咩地方？废，点解去翻呢度？走啊！系啦，佢只脚咧，佢其中一只脚好古怪，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佢其中一只脚系石头咁样样噶，定系木啊？狗病啊！对唔住啊，大佬，走，走到。喂，走咗，系咪走咗？哇！喺突然间有啲南无阿弥陀佛到尾，得咗协道记录半 part， 有张坏咗嘅协道记录，年纪17岁，母亲看管，消极、抗课、早退等行为，个案上司当正休闲，如阅读负面情绪，有逐渐正向嘅调整。需持续跟踪，下面有四个老师的人，校长呢张嘢系咩意思呢？但系啊，喂，点解有时突然间翻咗屋企嘅？呢个系边个啊？同埋17岁，母亲看管，呢个会唔会系我自己咧？啊，呢张嘢，我觉得有机会。诶，是呢个突然间翻咗屋企，我嘅床铺，其实我都几认床噶。OK， 有个波喺度。好攰，人哋成日都话青青美好，结果点解会咁攰噶？离开学校之后又要去边度？系咪同阿妈一样咧？哼，谂咁远做咩？喊又一日，笑又一日，系嘅，方两恩，再难过都要抱住希望嘅，起码呢个周末仲有嘢期待啊 ！OK 啊，佢都几即系佢阿妈应该有啲。佢咁呢啲系咪佢阿妈嘅嘈吵嘅声咧吓咁样？即系佢屋企阿妈应该有啲怪怪地，同俾妈妈调整过，坏好意，我真系觉得自己冇私隐。系，我成日都觉得咧，屋企人咧，就算我而家都觉得系屋企人咧，好唔俾私隐，尤其是家长咧，硬系觉得咧，应该咩都要俾佢知咁样。系咪真系连条肠都要画埋出嚟俾你知有几多个屎喺入边先得啊？真系好古怪有时，窗外边起雾嘅感觉，我见唔到外边，我嘅衣柜。定重嘅衣柜，妈话呢啲系佢嘅嫁妆嚟吓，个衣柜唔系我嘅咩？啊，妈点解会掉随便掉我啲嘢噶？得咗垃圾桶老旧嘅相片，妈嘅相片喺生活之中应该怀抱有莫大嘅希望，以热情同埋毅力嚟开创自己嘅希望，真系过分啦！点又喺度嘈啦！有啲眼瞓添，都系翻去瞓啦。OK， 咁翻瞓啦。啊，你话瞓就瞓啦，上床休息上啊。Yo， 欢迎。你背景咩事？若能一觉醒嚟，发现身处异邦，喺冇人认识嘅地方，重新做回自己，你话几咁美好呢？真系去做。咦？我即系我瞓咗觉嘅时候，我就喺呢一度，系咪？瞓先，听朝约牙医好啦，拜拜。都完啦，应该我谂，因为我记得呢只 game 系大约一个钟左右嘅啫。And 返校，请期待佢嘅完整版。
拜拜。前回，哎前，哦哦，我知啦，完咗咯。今日嘅 demo 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咁多位，完，相当有可以。等佢出，等佢出呢个完整版。冇话冇死佬讲啊，今日冇准备死佬讲。好嘢，食菜，吹水。